生死存亡，人类自古面临的选择。活下去，来自于内心的勇气。你害怕吗？害怕从来都是生存的死敌。相信我，相信一个男人的勇气。恐惧从来与我们无关。坚守内心不变的信念，面对所有流血的未来，用鲜血书写我们的历史。带着胜利的荣耀，大声告诉他们：只有在此。